那我们当然用这一本书了。如果你手边没有的话，请各位哈自己再考，就是哈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之前有同学呢去那个网络不是网络啊，图书馆去借了那个书啦。不过他这个更新太快了，一下子第四版然后不能用了，第五版现在第六版了，可能很快要第七版了。这个哈，那当然内容大概大同小异啦，但是就是会有点差别。旧的版本是用那个 Eclipse， 新的版本是 Android Studio。那两个虽然哈程式码都会相通，可是就是会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啊，只要一点点不一样，很多同学就会跑不下去了。好，而且很多时候我发现甚至我把影片放上去，网络上还有一堆人问我说那个Android Studio 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我就跟他讲说，但我没有明讲啊，我等于说我上课都可以啊，哦，对，不然怎么？而且我有提供一个懒人包吧，而且还蛮顺的啊，用到现在也都没有坏掉吧，对不对哈？所以怎么办呢？那他说，哎，在哪里？我可能之后会 release 出来吧，也许不然怎么办？就做点好事吧，哈，对不对？不然的话，很多时候有些人啊，看书去把 Android Studio 光环境建置就个大问题。你们也可以看书啊，书里面有跟你讲啊，去下载这个，下载那个，下载这个，下载完之后，哎，还是跑不太起来，有一些问题出现。那当然尽量简单一些些，不要把它复杂化。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了解几个重点。第一个，如何使用这个 TOS 快显讯息。第二个，使用 Align Dialog 对话方块。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TOS 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在一个画面里面，当你执行的时候，它会有个小小的一个讯息跳出来，然后呢停留的时间呢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停留一秒钟，一个是停留三秒钟，只有一秒跟三秒。那你想说老师说五秒怎么办？很抱歉，就只能够这两个，你不能说你就打一个五秒他不会理你，他还是给你三秒。OK， 所以这个 TOS 非常简单使用起来，而且你不用 import，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预先帮你载入进来了，已经载到 memory 里面了，所以你直接呼叫他就可以了，不需要去什么 new 它了。我现在很多同学说老师为什么要 new， 因为它预载了，所以你不需要 new。 那 Align Dialog 比较这个它有点像是对话方块，它跳出来之后显示一个讯息，然后让你去选择确定或者取消，或者可能中间还有个第三个选项了，就是考虑中等等的，它最多有三个按钮。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范例，这个范例的话大概用这个，比如说1234，然后到9，中间一个0，好，然后有清除跟确定，这个是有点像是一个计算机，不过它这个范例是用 ATM 嘛，那这个因为我 demo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哈，大概长得就类似像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这个是用远端遥控好了，比较快一点哈。那比如说呢，我今天要跳出。这个有点像是一个输入 ATM 的密码，那密码对的话就可以进去，密码错了就错误讯息。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今天输入123，然后按确定，密码错误，12345好像是这样，确定还是错误，那密码到底多少？12345 6应该吧，确定，密码正确。OK， 第一个 TOS 是什么？应该知道哈。那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对，就是说判断 if 取得什么呢？取得上面那个 AD test 里面的数字，比对一下，如果是12345 6，那就正确；反之就是错误。所以哈，这个逻辑应该很简单的。那只是说我怎么把它实作出来，这是第一个。这 TOS 啊。那 TOS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讯息提示，也就是说使用者他很简单可以让你互动啊，有的时候甚至 TOS 还可以拿来做什么，比如说你要 debug 啦，有些变数里面不知道你不知道放什么，你可不可以用 TOS 把那个变数里面的给跳出来，有时候我会用这个来除错，因为有时候除错你不知道下在哪里比较好，你可以 TOS 出来把某一个变数里面的字串或者里面的值，你可以把它 TOS 出来，这也是一种方式。
第二个是有关那个 Align Dialog， 什么叫 Align Dialog？ 比如说按下结束，各位会发现什么？它这边会有一个什么？哎，这个应该很熟悉吧？有没有？那特别注意哈、哦，这个就是 Align Dialog， 它会跳在哪里呢？它会另外跳出一个画面，不过这个画面、哦、不需要额外增加一个 layout。它有点像是直接跳在这个画面的上面，好，不过你还要告诉他说，哎，目前的这个画面主控的是谁啊？大部分都是这个 activity 吧，啊，里面的话哈，可能你要区隔开，这个就 title， 这就 message， 这个两个 button， 好，啊，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哈，哎，一般我们看到的哈，左边跟右边呐，不过可能你在将来我因为我是模拟器是 2.x 的，左边是确定。右边是取消，有没有啊？如果说你按下取消的话，什么事都没发生。可是如果你按下确定的话，整个 app 就关掉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范例非常简单。那等一下，请各位哈，先建立一个专案。这个专案的名称的话呢，我们就叫做 CH04ATM 这个ATM input 好了。那我们需要的部分大概先把专案把那个专案先建立起来之后一样嘛、哦、再把那个画面给放上去。那画面其实、啊、要把它画出来非常简单、啊、就几个东西啦。我想这个前面我们有做过练习，所以请各位大概、哦、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云端上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AD test， 底下的话呢会有总共会有12个按钮，好，十二个按钮，然后呢，每一个按钮上面都会有一个事件。那比较特殊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哦？这边跟范例档不太，跟那个我们书里面范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按钮哈、哦，里面会多一个变化，这个是额外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当我按一下这个一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那个图哦？实际上，第一个按钮上面如何放图，第二个你按钮按下去的时候呢？它会变换另外一张图，有没有发按下去啊？它本来的白色底会变成什么？变成红色的，有没有？按下去的时候会换另外一张。啊，这个怎么这个效果怎么做出来的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OK， 那请各位哈，先试着把那个专案先建立起来好了。这个专案部分应该也没问题了哈。把那个后面Enjoy打开，然后呢启动起来 ，start 一个 new 一个什么？Enjoy 这个的这个 project 哈，然后呢，我们就输入 CH04 底线哈，看 ATM， 然后这个把它改一下，这个把它改成叫 label 好了哈。那其实还不错，大家都越来越聪明，就是会自己自备电脑哈，其实会跑得更顺了，因为这样会。那我是把那个我的专案都放在第一碟、哦、记得不然下一次你来的时候那个专案又要重新再来了，我可以按确定、啊、那它会自动帮我放进来 Next、啊、其他的话选的时候特别注意、哦、之前有同学都选到新的，我建议是直接选 4.03 就好了 OK， 然后按 Next 然后这个用就是 Brand 的这个、哦、按下一步、啊、其他都不要动。那还有就是这个用预设的啦、啊、不过同学之前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画面，当然你这个画面可以更改名称啊，如果没有就按 finish。 好，这个时候的话呢，我的专案就建立起来了。那待会我们来看，就是说要如何、哦、可以把那个画面给 建立起来，建立完之后的话我们再把程式加上去啊，这一题就完成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